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连细说 Linux 配套视频教程。我是沈超老师，在屏幕上有我和李明老师的联系方式，还有兄弟连的官方微博地址。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解 Linux 系统安装第二小节的内容，系统分区。如果大家对系统分区不太了解的话，这一章的内容有点抽象，不过没关系，超哥会用一些尽量生动的例子来解释分区的概念。首先，我们来看看系统分区，我们也叫做磁盘分区。从字面上意义上来讲，磁盘分区指的就是把大的硬盘按照我的需求分成几个小硬盘。举个例子，超哥家有一面墙，这面墙非常大，空到那非常浪费，所以呢，超哥做了一面柜子。这个柜子跟墙一样大，只是超哥非常粗心，忘了把这个柜子给它分成小柜子，那做了一整面跟墙一样大的柜子，而且里面没有做隔断。这个时候，如果超哥把家里的所有的衣服、帽子、袜子都扔进去，突然有一天，超哥说，我需要找一双袜子，可以找得到吗？当然可以找得到，但是本来很简单，打开抽屉取出袜子的过程，变成了家里所有衣服的大扫除。那么这样的话，会让我使用这种数据和放入数据的这种效果会大大降低。那柜子是这样，我们的硬盘呢，数据量远要多于我们家里的衣服。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划，我们的硬盘读取和写入效率都会变得极其低下。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这样，按照我们的需要把大柜子分成合理的小柜子。比如说超哥家有三口人，超嫂、我们的儿子还有我，那么我可以把我们家的大柜子分成三个小柜子，规定好第一个柜子放超嫂的衣服，第二个柜子放我们家儿子的衣物，第三个柜子放我的衣服。那么硬盘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大硬盘按照我们的需求分成几个分区，比如说 C 盘放操作系统， D 盘放我们的应用软件， E 盘放我们的娱乐资料等等。哎，这就是分区的作用。那这样的话，一旦进行了合理的分区，我们的数据的读取，包括用户进行数据读取的时候，它的效果率都会大大增加，效果都会非常好。那么分区啊，是有一定的类型的，最早的时候只有主分区这一种分区，但是主分区有限制，它最多只能分四个。当我的硬盘越来越大，四个主分区可能就不够使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把主分区当中拿出来一个分区，把它划为扩展分区。需要注意的事情是，扩展分区最多对一块硬盘来讲只能有一个，而且主分区加扩展分区最多只能分四个。也就是说，扩展分区和主分区需要一起计算，它们两种类型的分区加起来最多四个，但是扩展分区只能有一个。扩展分区本身不能写入数据，也不能格式化，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用来包含逻辑分区。逻辑分区可以正确的写入数据和格式化。那么我们还是用这个柜子来看看，超哥家原先只有三口人，三个柜子够了，可是这时候超哥的父母来看我们，并且打算住一段时间，这个时候三个柜子不够，我就需要五个柜子。可是啊，按照硬盘的限制，我最多只能分四个分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只能这样做。其中柜子一二三是主分区，它们可以分别放入数据，但是柜子四是扩展分区，它里面不能放入数据，也不能格式化。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在里面再包含其他的小柜子。那也就是说，
一二三是主分区，四桂子四是扩展分区，桂子五和桂子六是扩展分区当中的逻辑分区。逻辑分区可以正常的格式化，并且写入数据。这个限制不是 Linux 限制，而是我们的硬盘限制。只要硬盘的结构不发生变化，这种限制依然都会存在。我们刚刚了解了分区的概念，那么柜子如果正确了分成了小柜子，也就是说硬盘如果正确了分区就可以写入数据了吗？当然不是，我们的硬盘还必须经过格式化之后才可以写入数据。大家注意，我们说的格式化指的是高级格式化，也就是说还有低级格式化，但是低级格式化是硬盘的操作，不是我们操作系统当中操作，不在我们的授课范围之内，我们不讲这些。那格式化是什么呢？格式化其实是为了写入我们的文件系统，是为了写入文件系统。在我们的 Windows 当中可以识别的文件系统有 FAT16、FAT32、NTFS。在 Linux 当中可以识别的文件系统有 EST2、EST3、EST4。我们汕头 S6.3 当中使用的文件系统，默认文件系统是 EST4。那格式化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在硬盘当中写入文件系统。这样说啊，很抽象，很难理解。我们回到我们的柜子，有了柜子难道就能放入衣服了吗？哎，大家想想，其实我们家里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柜子啊还要打入我们相应的隔断。哎，比如说这块上面这个放被子，这块的这些放一些可以叠起来的衣服，这块的这个区域呢放入我们的必须挂起来的衣服，下面再放一些其他的衣服。哎，我们家里的柜子其实都是这样。那格式化大家就可以想象成为把柜子打入隔断，只是这个隔断它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 Linux 当中，默认的文件系统 EST4 它进入格式化的时候，它需要把我们的柜子变成一个一个等大小的数据块，这个数据块默认的标准大小是 4KB。 哎，也就是说每 4KB 空间放成一个小隔断。那假设我有一个数据是 10KB， 那一个隔断放不下，这个时候它就会拆分，把它放到三个柜子当中，三个隔断当中。当然最后一个隔断只放了 2KB 数据，但是它本身有 4KB， 剩余的 2KB 的空余空间，空闲空间是不能再被其他文件占用的。当然啊，这可是为了示意图的方便，其实我们的硬盘啊，它的柜子并没有把这个数据块保存在同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是我要保存在三个数据块当中，有可能在这个里面保存了一个 4KB， 在这个里面保存了 4KB， 又在这个里面保存了 4KB。 所以啊，我们 Windows 当中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做磁盘碎片整理。它的原理就是什么，想把保存文件的不同的数据块尽量的把它放在一起，这样的话更加利于数据的读取。那么柜子打隔断或者说硬盘的格式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文件系统写入。写入文件系统当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按照我的文件系统的规则把你的硬盘分割成等大小的数据块。我们把这个数据块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叫做数据块叫做 block。 其实 block 就是英文当中数据块的意思。那么写入了数据块，格式化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它还要做一些规则。比如说我的文件放在了这个数据块当中，这个数据块当中，这个数据块当中，当我用户要想读取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我的文件当中的数据是保存在哪几个数据块当中呢？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利用到文件的分区表。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这样想象，我在柜门上贴一个纸条，纸条上写入我的某一件衣服放入了哪一个隔断。当我需要找这件衣服的时候，
每个衣服都会有一个编号，我通过这个表格的编号查找到这个表格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数据条，然后就能看到啊，我要找的这件衣服是放在这个第三个隔断当中，我就可以直接打开柜子，拿出这个隔断，打开隔断，拿出我的衣服。当然，放衣服或者拿衣服不需要这么复杂，但是呢，我们的数据量因为太大，所以呢，这个表格就是必须的。还记得吗？我说每个文件都应该有它一个编号。我们找文件的时候，实际上是靠这个编号来找到这个文件的相关条款。通过这个相关条款，就可以知道这个文件放在了哪几个数据块当中。那么这个编号我们也有一个称呼，我们把这个编号，大家其实可以把这个编号想象成为 ID 号，每个文件都有一个，理论上来讲它是唯一的。这个编号我们把它称作 I 节点号， I 字母 I， 英文字母 I， I 节点也叫做 iNode 号。那这就是分区最主要的工作，这就是格式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大硬盘分成小硬盘，这是分区。分成小硬盘之后呢，不能直接使用，我还要格式化。格式化最主要的目的是写入文件系统。写入文件系统主要做了两个工作，一个是把硬盘分成一个一个等大小的数据块，同时呢，建立一个 iNode 列表，建立一个 iNode 表。当我查找文件的时候，是通过我们的 I 节点号来找到这个文件的条款，从而知道这个文件保存在了哪几个数据块当中，从而打开这几个数据块，拿出数据拼凑成我们的完整文件。哎，这其实就是格式化的作用，格式化的作用。大家就可以把格式化想象成为柜子的打格段。想象成为柜子的打格段。那么，如果是 Windows， 我们的硬盘进行了分区，然后进行了格式化，我们只需要给这个硬盘分区分配盘符就可以直接进行使用。但是 Linux 不行， Linux 我们现在硬盘分成大硬盘，分成小硬盘，分区，分完区之后格式化，格式化完成之后，要想给它分配盘符之前，我还要给每一个分区起一个设备文件名，或者说我们要给每一个分区起一个硬件文件名。这里牵扯到一个 Linux 的重要概念，在 Linux 当中，所有的硬件设备都是文件。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表格，如果是 IDE 接口的硬盘，在 Linux 当中用根下的第一位下的 HDA 到 D 来代表。这个根呢，左侧这个斜杠是我们 Linux 当中的最高一级目录，也就是根目录。根目录是我们的 Linux 最高目录，大家可以想象成为 Windows 当中的我的电脑，所有的数据都保存在根目录下。在根目录当中有一个叫做 DEV 的一级子目录，这个 DEV 目录它里面放入了所有的文件都是硬件文件。那如果是 IDE 硬盘，我们称作 HD 后面加硬盘号，如果只有一个硬盘它就是 HDA， 如果有第二块硬盘它就是 HDB。 那如果我们是 SCSI 或者是 SATA 或者是 USB 的硬盘， USB 接口的硬盘，在 Linux 当中识别为 DEV 下的 SDA 到 SDP 也一样，第一块硬盘是 SDA， 第二块硬盘是 SDP。 除了硬盘，比如说我们的光驱啊、软盘啊、板机啊、鼠标啊，在 DEV 下都有它的相应的硬件文件名，我们把这个硬件文件名称作硬件的设备文件名。可能不太好理解，换个说法，我们 Windows 是硬盘分区，分完区之后格式化就可以直接分配盘符。那是因为啊， Windows 有完善的图形界面，我们就可以通过图形界面能看到这个分区在哪，所以可以指它直接给它分配盘符。但是在 Linux 最早出现的时候啊， Linux 最早出现的时候是没有图形界面的，那我总得让系统知道我要给哪一个分区分配盘符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被迫需要给每一个分区或者硬件设备起一个文件名。其实这是超哥杜撰的，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这么解释。其实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 Windows 是分区格式化分配弹幅就可以使用，但是 Linux 多了一步，它是在分区格式化在分配弹幅之间加入了一区，必须给你的分区建立设备文件名，然后才能分配弹幅才可以使用。那这个设备文件名是固定的，系统自动检测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能够看懂就可以。比如说 HDA 代表 IDE 硬盘接口的第一个硬盘， HDD 代表 IDE 硬盘接口的第二个硬盘， SDA 代表 SCSI 硬盘接口的第一个硬盘，依次类推，这就是硬件的设备文件名。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硬盘有了文件名，还要给我的分区也要分配文件名。分区文件名是这样的，在硬盘文件名后面直接加分区号就可以。也就是说，我刚刚说 HDA 代表 IDE 硬盘接口的第一块硬盘， SDA 代表 SCSI 硬盘接口的第一个硬盘，那么1呢就代表这个硬盘当中的第一个分区，依次类推，第二个分区就应该是 SDA2， 第三个分区就应该是 SDA3。 换句话说，硬盘有设备文件名，分区当然也应该有设备文件名。分区的设备文件名就是在硬盘的设备文件名之后加入数字1234。这里有一个重要概念，什么是 IDE 硬盘接口，什么是 SCSI 硬盘接口，什么是 SATA 硬盘接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宽宽的口就是 IDE 硬盘接口，这是硬盘的一种接口，它们最主要的区别是传输速度。 IDE 硬盘最古老，这种硬盘理论的最高传输速度是每秒钟133兆 B。 那如果是下一代跟 IDE 硬盘接口同时代的是 SCSI 硬盘接口，这种硬盘接口它更加昂贵，它的速度要比 IDE 快，理论传输速度能够达到每秒钟200兆 B。 但是这种硬盘主要用在服务器上，原因它更加昂贵。其实这两种硬盘，不管是 IDE 硬盘接口还是 SCSI 硬盘接口，现在已经基本淘汰，我们现在使用的最多的是这种小口的，看这个小口的，SATA 串口硬盘。SATA 硬盘接口现在已经发展到 SATA1、SATA2、SATA3 代。SATA3 代理论的最高传输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500兆 B。那么目前不管是服务器还是个人机，我们使用的硬盘接口一般都是 SATA 硬盘接口。所以啊，我们现在在 Linux 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最主要的硬盘识别出来都应该是 SDA1、SDA2。很少会再看到 HDA1、HDA2， 包括我们的虚拟机模拟的硬盘接口也都是 SCSI SDA 接口。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硬盘的分区的文件名，分区的设备文件名也是系统自动检测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看到它，知道它代表哪一个硬盘哪一个分区就足够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分区，用我们的柜子来看看。刚刚的柜子我们并没有写分区号，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就是 SDA1， 这就是 SDA2， 这就是 SDA3， 这就是 SDA4， 这就是 SDA5、 SDA6， 还是很简单的。那换一种分法，刚刚的柜子我们是第一个柜子，我们把这个柜子称作第一块硬盘，也叫做 SDA，那这个第一个分区就是 SDA1。 但是我们更习惯的分区方法是这样，假设我这块出现了另外一个硬盘 SDB， SDB 呢采用了这样的分区方式，分一个主分区也就是 SDB1， 再分一个扩展分区也就是 SDB2。 大家发现了吗？这个逻辑分区是从 SDB5 开始的。为什么？很简单，1234这四个分区号只能给
主分区或者扩展分区使用。就算我一个硬盘当中如果没有分够四个主分区，我的逻辑分区也不能占用1234这四个分区吧。那也就是说，不管你如何分区，任何情况下，这个五分区都代表第一个逻辑分区。不管你怎么分啊，你看上面这种分区，看五是不是第一个逻辑分区，下面这个看只分了一个主分区，分剩下的分成扩展分区，那么这个逻辑分区它也识别为 SDB5。这是系统自动识别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知道它代表什么含义，并且能看懂就可以了。这就是分区表示。哎，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逻辑分区它永远都是从5开始的。那么有了分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吗？还少最后一步。这一步就是我们说的给它分配盘符。当然我是为了便于理解我才给大家说这叫为分配盘符。那是 Windows 当中的称呼。在 Linux 当中我们把它称为挂载。我们把给我的分区分配盘符的过程称作挂载。我们把这个盘符叫做挂载点。换句话说，盘符是 Windows 的说法， Linux 当中应该说是挂载点。也就是说给我们的分区有了，我们需要正常使用之前还必须给分区指定一个挂载点才可以正常使用。理一下这个关系，先要干嘛？把大柜子变成小柜子，也就是分区。分完区之后呢，接下来需要格式化。格式化完成之后呢，需要给每个分区起一个设备文件名。最后只要给它写入我们的挂载点，其实就可以理解为盘符，这个分区就可以正常使用。哎，不过啊，这会儿跟 Windows 不太一样。 Windows 是拿 CDEF 这个字母来作为盘符，但是我们 Linux 当中呢是拿空的目录名称来作为盘符。理论上任何一个目录都可以作为盘符，当然这是理论上，有些目录不可以，我们后面讲。那对 Linux 来讲必须要作为分区的有两个，一个是根分区。哎，根分区是最高一级目录，如果给根不分区，我们剩余的数据很多数据就没有地方可写，所以根必须要分一个分区。还有一个分区我们把它叫做 swap 分区，我们也把它称作交换分区。这个概念很好，很难理解，换个说法， swap 分区其实就可以理解为虚拟内存。也就是说当我的真正的内存不够用的时候，可以拿这部分交换分区的硬盘空间来当内存来用。理论上来讲，我的交换分区应该分内存的两倍，也是说内存如果是一个 GB， 我的交换分区就应该是两 GB， 但是啊，最大不超过两 GB。 原因很简单，虚拟分区啊，它到底不是真正的虚拟内存，它到底不是真正的内存。如果你给它给的再大，它也不能取代内存。当它达到两 GB 的时候，如果再给大，只会占用我们更多的硬盘空间，但是对我们的系统不会产生更多的影响，所以最大不超过两个 G。 那这两个是必须分区，如果不给它进行分区，我们的 Linux 是不能安装，只要有这两个分区 Linux 就可以正常使用，就可以正常安装。但是我们推荐把 boot 目录单独分区，因为很简单，任何一个操作系统要想正常启动都必须有一定的空余空间。那如果我没有给 boot 单独分区，我所有的数据都放在根分区下，这个时候呢，万一我把根分区写满了，我的 Linux 系统就有可能会起不起来。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般都会把 boot 这个目录单独分区。那也就是说 boot 是专门用来保存启动的时候需要的数据。boot 分区不用太大，200兆 B 足够。写完之后呢，我们不再往这个分区当中写入任何数据，那它永远都会有一定的空余空间。这时候就算我把根分区写满了，也不会影响 Linux 系统的启动。所以啊， boot 虽然不是必须分区，但是一般的 Linux 服务器当中
步子都会单独分区，都会单独分区。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Linux 的文件系统结构，我说了 Linux 当中根分区是最高一级目录，在根分区当中保存一级目录，在一级目录下保存二级目录或者二级文件。那这里啊跟 Windows 确实不太一样。 Windows 是什么？ C 盘、 D 盘、 E 盘是并列，但是我们 Linux 是这样的，根分区是可以单独分配一个磁盘空间。假设我给根分区分配 SDA3 这一部分硬盘空间，那也就是说我往根分区里面写入数据都会放在这个位置，但是我可以给根分区下的某一个子目录单独拿出来，给它指定独立的硬盘空间。那也就是说我如果往根分区下 ETC 目录当中写入数据，实际上写入的是这个硬盘空间。我如果是往 boot 根分区下的 boot 目录写入数据，实际上写入的是这个硬盘空间。如果往 home 目录写入数据，写入的是这个硬盘空间。那也就是说从 Linux 系统上看， boot 目录跟 home 目录都是根分区的子目录，根目录的子目录，但是从硬盘上来看，它们可以每一个目录都有自己独立的硬盘空间。啊，这个可能跟 Windows 不太一样。我们说啊， Linux 到底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不可能所有的内容都跟 Windows 一样。如果所有的内容都一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操作系统。这个地方我们说大家只能适应它，而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别扭。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啊，我们把它好好的分下去，一看其实没那么难理解，只是讲概念的时候有时候不太容易理解而已啊。好了，总结一下，我们本讲讲了一下 Linux 的分区的方式。首先呢，我们说分区是把大硬盘变成小的分区，有了分区之后我还要格式化，格式化的目的是为了写入文件系统，当然在写入文件系统的同时会附带的把硬盘当中的数据清空，所以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错误概念，格式化就是为了写入清空数据，其实不是啊，它是为了写入文件系统。有了格式化完成之后，还要给每一个分区都起一个设备文件名，最后给它建立一个挂载点，给每个分区分配一个挂载点，这个挂载点必须是目录，必须是目录，而且这个目录必须是空目录才可以进行挂载点分配。有了这样的一些操作之后呢，我们的分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好了，这是本节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后续的兄弟连 Linux 配套视频教程。再见。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你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请关注细说 Linux 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可以找到我。